刚才完全忘了要录音了，所以现在已经吃完主餐，都到炒饭了，我才想起来要录。今日约会，郑先生，还有王小姐。Apple Watch， 这是第四代，对，然后粉红色的，玫瑰金粉红色的。超漂亮的，哈哈哈！我一开始原本想要黑色的，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戴上玫瑰金之后，粉红色其实好搭，就还好我没有选，没有就是真的选到黑色，因为一开始觉得黑色是最怎么讲最基本不会过，就是黑跟白嘛。然后就想说，那应该就是黑，可是黑后来就是觉得发现其实太男性化了，就是啊，玫瑰的其实挺不错的。我又忘了啦，我吃汤面，然后樱桃刚洗完了。忘记拍了。好了，我刚刚把我这个小雅云的成长日记第二集发出去了，然后就在听音乐，就这样照到晚上了。我没有出门，今天就这样听音乐。嗨，大家，今天是十号，礼拜三。然后我今天觉得是不是太好看了一点？因为我今天应该算是正式回归后第一次参加活动，然后因为今天比较临时，因为今天原本有一个云林的工作，但是后来取消，临时取消。然后因为刚好就是 benefit 今天有一个活动，但是因为很临时的前面那个取消，我才决定要去，因为不然原本去云林的话就没有办法参加。所以今天的头发呢，居然是我自己用的，就有一种很随性，但是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但是假如有造型师弄的话，应该会更好看一点。那就是我又是将就一下吧。然后我今天的妆呢，超级无敌好看，哇，怎么这么好看？然后我今天脸上是用那个 Benefit 他们新出的粉底液，在这里。就今天会参加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这次这个粉底液的发布。然后我前几天公关品不是有收到，已经有给大家拍过了嘛。然后我已经用了两次了，然后今天呢，一样上在脸上给大家看。然后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夏天，就是它是很薄的那种粉体，可是它是微雾面的，就是不会到很雾，然后很厚很干，不会，它就是微雾。好了，然后题外话一下，现在光线不是太好，但是就是我买了一个全身镜，所以之后可以好好的拍穿搭了。我现在来到 Benefit 的活动会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来投，看我刚的那个切菜切到手了没？哎，等于是直接投进去吗？投，直接投。能帮我拍吗？很久不见的 Danny， 你要不要站这？这样有光。不是不是，你要站这，这样有光。好久不见的 Danny， 嗨嗨嗨嗨，你要帮我录吗？帮你录啊，帮你录。好啊，来来来，所以我是直接投进去。你直接投，你直接投。他就转，对不对？对，直接投转。好，你。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哇！哦，这个。你有啊？有。哈哈 ，Hello Happy 的美妆蛋。好的，让我现在来快速上个妆。我想要鞋跟有 YSL 字的，其他一律不要。我看你刚才拍的这两个底下都有 YSL 的跟，就是它那个字是 YSL 的字。这个不要，你可以拍一下凉鞋吗？我有兴趣这个。好，经过那个跋山涉水，然后再加上有一点迷路，终于到了阳明山。我们后面的姚蜜小姐可以跟大家挥挥手吗？突然一下我就到阳明山了。你为什么要走那么快啊？但你也探太快了吧。因为刚才前面有一点下雨。耶，没人包场了啦，真的是包场。我下次邀请你来分享怎么拍照，好不好？怎么修图好了？因为对对对，你也很厉害，一样都会把手臂推进去。怎么办？这样子吗？你还要往后退。哦，我都要破盖了。你还要往后退。再退。OK， good。我都要破盖。OK， 来。别的狗子死就跑笑。你们就知道美丽的照片背后是这样子的。你还得把你裙子往大腿要不要整理一下？对，这样子。OK OK。来咯，好了，来哦，机器哦，笑笑，仙女哦，哇，乳沟呢？哈哈哈哈哈！早飞起来了，
哇，还好吗？酸，还好吗？最近太久没拍，我拍两个月真的没拍照了。因为他就没有看那个跟着女神这样练蜜桃怎么练。对，啊，很久没运动了，该回来报道喽。我会看你的书，好好学。谢谢。在家就深蹲，深蹲拍绣球花。我现在没擦口红，然后现在呢，准备要来拍摄 Vogue 的一个他们今年新创的一个榜，因为你在场，所以我到时候的我会把我社群大家就会看到。而且现在播映的时候呢，已经八月了嘛，所以大家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通常拍摄现场大概长这样，就是后台。好，可以脚轻轻往外。对，好，很好，很好，好看，好看，好看。对，你就贴那个肩膀扭过来。对，很好，好看。好，手自然放下的嘞。好看，好看，好看，脸再侧一点点。好，我来帮他记录而已。没事。好，下巴抬一点点。好，不笑喽，很好，好好。好，你正面试试看。好的，今天因为其实没拍摄到什么画面，但是就是今天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摄影棚大概会长像这样子，然后照片出来很漂亮。然后大家假如知道的话，再去我的社群看一下所有的资讯。今天下班喽。来东方文华吃这个香缇卡的特别下午茶，就是它有香缇卡的套餐，还我们两个来吃。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我去年就是每天拍 vlog 的时候，就东西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拍到，而且没拍到，而且我妈常常会忘记，她就会一开始手就已经下去，我说干嘛，我就会生气。我们两个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还好啦，我没有吵架，我只是我会凶，我说我 会凶，因为我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说真的是 vlog 真的是一个很大家看得很喜悦，可是背后是一件很伤害人的事情。不是伤害人，就是花点，就是要很有压力，好不好？刚好我们剩下一点点的甜点，然后这就是他这次香缇卡。待会叫他用那个图片给你看，我觉得很漂亮。就是他每个都很好吃。对，然后就是他现在就是那个香缇卡那个就是夹菜霜就长这个样子，他刚好有一个甜点设计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吃到是这样，就是把它合成一个盘子，然后刚原本有三层。对，好。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玫瑰草莓，嗯，对。那中间的话是我们的英式奶油 ，OK。那最后的话是我们的红心芭乐。OK， 那建议就是司康的部分可以先试试看它的原味，再搭配我们的果酱。好，谢谢。可以再回来吃这个吗？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好，谢谢。浅紫色，我就是薰衣草，然后你是什么？深紫色吗？红心地瓜。怎么这样子啊？那你还说紫心芋头好了。红心地瓜是紫色。我是紫，有紫色的地瓜。对啊，叫红心地瓜，那叫红心吗？啊，就是紫色，它是紫色的地瓜，我是薰衣草。为什么你讲的那么好听？我要变地瓜。对，你干脆叫我花生。然后我刚才点的这个茶，就是有那个哈密瓜香气的，真蛮好喝。对，那个蛮香。你的是苹果，是没有咖啡因的。都没咖啡因。对，我的有一点点。这是咸的吧？哪里是贡是甜的？你自己吃看。有耶，真的很拔辣。好，这是我今天的妆容呢，有放在 IG 一个紫色的妆容，搭配香缇卡的唇彩，超美的。我很喜欢今天的妆容，因为我知道我今天会穿这个紫色，而且我看我的耳环是粉紫色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妆容就是要粉粉的，然后搭配紫色薰衣草的妆容。跟慧文，今天没有正狗仔啊？哎，对，我今天没有正狗仔，正狗仔洗开了，正狗仔洗澡，去剪吧，小妹。你看，熊妹就来了，哈哈，小妹，喵。
喵。嗨，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突发状况。其实我昨天就是5点多才睡觉。我昨天半夜呢，就是肚子痛到就是送去医院急诊。对，然后当然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带病啊。然后我刚才就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发动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后来想说算了，就在 vlog 里面稍微提到就好了。欸，嗨大家，我带了相机，但我完全忘记录这件事了，所以就是我刚录影完完全忘记，所以大家记得看我脸书粉丝团再回看这个不准不看的节目。就这样，什么都没录到，傻眼啊。天气真的好热哦，头发整个扎起来。其实也不是啊，就是觉得哎，这样子干爽一点。然后刚起来我还没洗脸，不过我已经吃饱饭了，因为我刚才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把稀饭给煮好，那我刚就烫了个青菜，因为你知道肠胃也很容易营养不均衡，因为你就觉得稀饭可能配一点酱瓜、肉松什么的，可是那真的就是很没有营养，所以我刚才就想说，那我就烫个青菜好了。好的，这个罐头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赶快把它打开来吃。然后刚才我不会用这个开罐器，但是我查了 YouTube， 终于会了。Thanks YouTube， 真的是史上最好的平台。好，我现在继续开。然后假如你听到快快快的声音，就我下面在洗衣服，所以，哒啦 ，Open it like a pro。刚才我这样刮到最后就陷下去嘞。哎，是不是开罐不能刮？是不是不能整个刮完？OK， 他现在陷下去。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就是他陷下去了。Oh my god! Oh my god! 因为自从我上次刮到手之后，啊 ！No！ 哎呦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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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哎呦！哎呦！好恶心哦！哇！哇 ！Yes！ 啦！然后因为我喜欢吃比较浓一点的，所以我只加半罐水就好了，这是过滤水。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煮法，但就是我妈是这样煮，所以我就跟着这样煮。好，就这样加完，然后就让它煮。只是说你要稍微搅一下，因为它有料，所以你就是火不要开太大，然后就是应该说可以开很大，但就是你要自己在那边搅。然后我今天拿出冷冻的牛肉，我今天又要来做烧肉。我今天就是烧肉配饭，然后炒大汤。因为我刚原本想要去买菜，可是后来觉得算了，就是炒大汤已经今天要过期了，再不吃就是今天不吃就过期，我不敢吃，就怕浪费，所以。好的，我的牛肉盖饭，然后这胡椒是要用炒大汤的，然后因为就是它应该还是蛮烫的。因为它锅子上面还在冒烟 ，so 就是可以在这边。等一下，假如就是啊，很难用相机拍，然后用那个哦，真的是 vlog 真的是，那我觉得我们只能做暑假这一季了。嗨大家，今天时间是7月26号，然后我前3天去日本出差没有带相机，因为我额外有就是团队，我们就是一起去日本拍摄，所以就是变成我就没有把它放在 vlog 里面，到时候大家会有另外一个3日的 vlog。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人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前往台南，今天是一个 family trip， 就是我们2天1夜要去台南吃东西。然后我昨天就是在剪片，所以我熬夜熬比较久，然后现在又看有点累累的。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我的那台单眼拍久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数位相机拍起来没有那么好看，突然有点嫌弃它的感觉。然后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毕竟我弟考上驾照了之后呢，就是现在我跟我妈就是有一种退休的感觉。让他就是我弟弟来学一下这个新手驾驶。好了，那我们就要出去玩了。嗨，慧文。嗨。看得太好了，我们等一下就是吃吃喝喝吧。好，我讲了。这边你要跟他互相伤害，不要来伤害。
吃的我不敢吃，哈哈哈哈哈。啊！看我，米亚超好吃，好吃。哎、欸，我看错地方了，看这里还是看那里？看这里对不对？好烦啊，每次都讲一样的话，好腻。因为我看你的眼神是掉根，看我现在眼神是掉掉的，好腻啊，这个台词。没有很腻啊，是每次都搞错了。哎、欸，辣妹，辣妹，你还自己回头，以为我叫我、啊、我怎么是为什么是在叫你？辣妹不叫，叫哎、欸，辣妹。好北齐，好北齐，你怎么那么像那个《小养鱼日记》里面的那个年轻的你啊、哦？一模一样，那然后你就会说。没有，你那趴就说，哎呦，不要叫了，都叫的我脸上都是痘痘，好恶心。而且你说，哎呦，正鸡虫，不要再叫了啦，都是脸上的痘痘。哎呀，对。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话，去看《小雅鱼日记》，因为实在太好笑了。就我妈年轻的时候的样子，跟现在我们一模一样，笑死我。跟你讲，我们睡起来了。对，就我们刚回去原本要休息，我都洗好澡了，之前要休息。那屁的，一开始是你们要先睡。他说，妈妈说三十分钟后再叫我。我起来了，但你睡着了。我没有睡那么多，因为我知道没有，因为我后来滑手机滑到直接睡着，所以就算了。对呀、啊，你现在在等郑柏英去拿眼镜来开车。嗯，打哈欠，我就没有化妆了。不用了。反正洗完澡，等我回来洗。为什么我没有筷子啊？开始也会用正方形。好了吗？是了。是啊。好的，我们要离开台南了。没有了，离开饭店而已啊。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我的意思是。好，现在大家。我现在在拍那个 Get Ready With Me， 然后是直播啊，其实也不是拍，就是直播。可能就这样，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vlog， 应该就会看到这个画面。最后这个片段呢，就是这次的结尾啦，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忘了拍结尾。然后原本其实7月31号那天，我原本有要去跳舞，去练舞啦。然后就后来临时取消，所以就没有录到东西，所以就这样结尾。可是我觉得我拍的内容一定也够了，影片应该蛮长的了，所以就来简单做一个结尾。然后我昨天晚上长了一个痘痘，哇，我快气死了，怎么会长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啊？我跟你讲，因为我昨天我两个多月来都没有喝酒，因为身体不好嘛，就是我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平常就是喜欢品酒，但因为身体不好之后，医生说不能喝酒，所以我就没喝嘛。然后就昨天开始，就是昨天是第一次开始喝。就我昨天晚上回到家就蛮醉的，然后就卸妆的时候就没有卸得很彻底，就是拿巾这样随便擦，那个卸妆巾这样擦一擦。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没卸干净，所以才长在那么奇怪的地方。哦，真的是，现在整个红红好痛。好啊，那这个月的那个 monthly vlog 就在那边结束了，然后我只做这一个月而已。八月开始我没有录了，因为我发现就是真的有一点点困难，然后我觉得我还是不喜欢。就是我必须跟大家说，就是 vlog 是大家看起来很有趣，但我觉得身为自己拍的人，我觉得很痛苦，真的。就是
我身为拍者、剪辑者，我觉得假如那天好像谁在跟我讲，就说雅韵不会想要就是做一些像实境秀，有人帮你记录生活什么的，像那个什么 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那种，我就觉得哦，那种我超想要，我也希望。可是这些都是一个花费，也是一个资金跟要去讨论的企划啦，对啊。但是我目前就是也没有那个经费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的有。对不起，我旁边是电视机，所以现在有点吵。我说，我自己觉得拍 vlog 对我来说真的太有压力，然后我现在的生活步调跟习惯也没有喜欢这样子用相机的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了，所以之后还是以拍照跟现实动态会发在 Instagram 跟大家做我的分享。所以假如你很喜欢 vlog 类型的内容的话，你就千万一定要关注我的 Instagram， 因为我都发在现实动态，好吗？谢谢大家。然后假如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影片按赞哦。那假如还没订我频道朋友，请记得订我的频道，也记得滑到下方关注我的社群平台。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讲超快，拜拜。